今天呢，洛杉矶又快40度，带客人看完房之后，实在是不想走了，就到这个安大略十个门里面凉快一会儿。这个十个门真是个好地方，在这里面呢，又有空调吹着，又有东西吃，又有东西喝，还有的玩。等一会儿呢，还去吃炖的那个牛大骨头。现在呢，先玩一会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在这里边呢，这么多东西玩，20块就能玩挺长挺长的时间。要是玩得不错呢，它还有那个积分，最后呢还能换一些东西。现在也快到这个饭点了，现在去吃那个大骨头。今天呢，这里有新鲜的虾，做一个黑胡椒的炒虾。这个虾呢炸得很脆，特别特别的入味儿。之后呢再来这么一大碗的米粉，全是肉，今天给的特别多，估计吃不完。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大牛骨头，这个是经典，超级大的一个。在这里呢喝点饮料，啃个牛骨头，吃点东西。最后呢咱们来看看这顿饭多少哈，就点了这么多东西，加上小费一共就50出头，你觉得贵吗？